唱的时候，我们都说我们有共同的理想，我们有共同的信仰，我们要向着我们共同的目标前进。我们马来西亚的这片美丽的国土，将将来的希望就落在我们这些国家未来的主人翁的肩膀上。我们希望同学们呢，能够呢更加的注重是爱。接下来，同学们呢，毕业生们要唱的《友谊万岁》。 当我们在唱着《友谊万岁》的时候，同学们，你们可以呢向周围的同学朋友、师长们握握手，来个拥抱。那在也请老学弟老师在我们的毕业生唱《友谊万岁》的当儿，学弟老师，我们邀请你上台去，上台来，我们列在一旁那台上，让我们的毕业生待会他一面唱着《友谊万岁》歌。 会一面呢上台跟我们老师们呢握握手拥抱，学生们呢也希望老师们我们给他一个爱爱的拥抱，OK？ 来，祝福也送上我们的祝福给我们的毕业生，来，我们一起呢高唱的《友谊万岁》，友谊是可贵的。 我们董事部佳杰，还有家长们的特别的对同学们在这个学校的照顾。